国际正式开始。Yo yo yo, everybody, let's come on to part three。这个早上大家都非常的合作，没有迟到，没有赖床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印度司机却迟到了。我们就在酒店大厅等啊等啊等啊，终于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去哪里呢？没错啦，我们来到了怡保最出名的这个点心店富山茶楼。哇，这边果然人山人海，一定是非常好吃的。但是呢，对，嚟到怡保咗，我终于嚟到呢个富山茶楼咗，但实在是太多人咗，太多人咗，我哋唔怪更多人嘅，希望开放俾我哋。我哋第二间，我哋喺边一间？对面嗰间啦。帮我哋而家遇到咩状况啊？咩狀況啊？因為本諗住我哋嗰個富山點心食嘅，因為都太多人咗，因為我哋司機今日都有早瞓到，瞓到好遲咗。撲佢個街！撲佢雞！佢阿媽。點你阿爺間？咁我哋而家嚟到邊度？嚟到邊度食啊？我依家我哋嚟到呢度都係好出名嘅，但係連物爭少少嘅啫。香港點心，玉福滿香港點心。没错，因为富山茶楼实在是太过多人了，所以我们就唯有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吃点心了。其实这边的点心也不错，其实也蛮好吃的。旅行嘛，就不要太执着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吃啦，啊，不然的话等到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去了。一二三，啊，不同的地方啦，你三个都劲，咁都好玩嘅。OK， 吃饱饱了过后就要去做什么呢？当然是运动一下嘛。过后我们大伙儿就来到这个怡保有小桂林之称的这个地方，叫做OK， 我们就去坐船了，进去了这一个地方。当事人讲讲下我怎样影响了你，我怎样用我的 blog 生活影响了你。你是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杀我还是行，真的害羞了，我内向的，我怎么说话了？可是因为小王，他影响了我，让我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，有那一个从。所以我就不一样了，耶，小鹏。好了，结束了这一段没有意义的谈话之后呢，我们就去坐船进去里面了，里面又是另外一番风景哦。哇哦，一路上山明水秀，坐在船里面欣赏外面的风景，真的是让人家心旷神怡啊。然后我们到岸了之后呢，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呢？哇哦，这么大片草原，当然是拿来玩大风吹啦！没，是拿来玩 Mactress。Come on everybody, let's come to Mactress time。二三，
后一个姿势的时候，突然间有意外发生了，原来是谁跌倒了？哎，谁跌倒？到底谁跌倒？谁跌倒？啊，不就是阿水咯？阿水跌倒啊？怎么你们看不清楚啊？我们再来重复多一次，看 VCR。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走。什么？还看不清楚？那我们慢动作重复多一次。近距离看多一次。想到都痛，这一跌真的是非同小可。幸好我们还有跆拳道黑六品的奈子撑场，帮我们的阿水推拿一下，有美女推拿，阿水怎样都会比较舒服一点的。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哦，奈子也是熬到脚的其中一个人哦。意外事件过后呢，我们大家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继续往我们下一个行程前进。在这边也希望阿水的脚快点好回咯，可以蹦蹦跳跳，继续拿着他的相机到处拍摄的。OK， 这一盘真的是捡到我元气大伤，下一盘也就是最终盘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。